在 Rosemi 市高屿大道上的兴隆海味行已经全新开业了。兴隆海味行本着以客为尊、货真价实、薄利多销的经营宗旨，批发及零售各类优质又实惠的海味、生蚝、粮油杂货供应顾客朋友。新章期间推出大量的龙尾刺身、墨西哥鲍鱼、花椒、燕窝，以特价回馈新旧客户。正宗威州花旗参，品质保证，以直销价全年供应。兴隆海味行是您一年四季都想光顾的生蚝海味，干湿货总会。